一直都只顾着自己喜不喜欢，没有考虑过你们的感受，是我不对。对，有的话我还是想跟你们说，我重新选择短道速滑，不是一时头脑发热，是选择了一场赌局，一场时间、年龄都不占优势的赌局。可我现在既然已经站在了命运的轮盘上，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次机会。如果我赢了，那就说明处处都不占优势的我，天生就应该当运动员。当你仍然如果我输了，我认命，立刻放弃。天这是最后一次。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了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想一想他。